城市还是在同一个城市里面？没有别的城市，就小时候嘛，喜欢的人一块儿出去吃饭，然后你叫上你的好朋友闺蜜。他其实是一帮人，就是很像学生之间一块儿出去聚餐，里面有自己喜欢的人，但是人家跟人家好了嘛，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。那我必须得说一下了，我那个只有三个人。没有什么，你刚刚有没有讲？事情比较类似，反正是。